名曲重头戏，先来闯关，因此大曝光。台湾的新娘呢，在婚前还要忙一件很好玩的事情，这是谁？杜丽跟孟欢。然后还有惩罚，比如说没有过关的话，除了发红包之外，要用奶瓶喝苦茶。过这么多关的时候，有没有在心里骂人？骂的最大声的不是我，是这些无辜的。千万不要忘记，今天晚上11点就在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